Hello, 大家好，锻炼一下身体啊，我想溜达溜达。昨天不是吃的牛肉面嘛，然后很多小伙伴反馈说是这是兰州特色啊，也不是你们内蒙特色。今天就带大家来尝尝我们这儿的特色羊肉面，找一家我们这边比较火爆的羊肉面馆带大家看看。 Let's go。给我拉碗面，给我拉个大碗羊肉面。啊，就是薯条啊。啊，对，一个大碗啊，给一个，啊，给大碗是吧？哇，过来。哇，满满的全是肉。稍微来点醋，肉块这么大，满满登登啊。发蛋小能手啊，拿点纸。
上一盘蒜，来上一盘蒜。再给我来碗大碗面。啊，再给我来碗面。老板堆起来，80过去了啊。